Hey, 大家星期四中午快乐啊！今应该是11月2日，观咸都呢个59至60俾我哋啊 ，D 铺啊，成大块广告牌，照做啊！而家就啱啱，侧边咧连住有好多间嘅学校，讲系幼稚园啦、英皇书院啦、圣保罗啦，呢个成大块广告牌噶啦，而我哋招租就服务式商铺，建筑面积300尺，招租就40000蚊，同埋另外资助租客100000蚊进账。之前咧我都拍过条片嘅喺入边，嗱望下呢度附近，稍微行一行下俾你睇睇先。凡事啊，唉，无啦啦经过。整个礼俾你睇睇，西半山呢个潘咸道啦，服务式商铺资助租客就100000蚊进场啦。侧边你见到咧，就讲系呢个大生啦、美联啦、万宁啦、快图美啊、71啊、麦当劳。再行过去嘅时候咧，就讲紧系百佳嘅 Fusion 啦。所以咧，基本上呢度咧就全部都系几大优势啦。一半山區即係都比較高級啲嘅住宅項目啦，所以消費力咧，我相信都會強。二嘅時候咧，佢始終個門面好闊啊，講成25尺面啊，25、26尺面添，連埋個洗手間。咁所以咧，成塊廣告牌啱啱好係對正個湖位。嗱，你就呢度咁望過去呢邊啦，你見到咧，嗰邊嘅時候美聯啦、Cookie Love 啦，同埋嗰間鋪。咁你揸車對正個湖位嘅時候咧，咁當然啦，一個好大嘅廣告效應啦，做唔到生意都賣廣告嗰檔。影楼上先啦，呢个附近咧，侧边全部都系呢啲高尚屋苑嘅怀抱咯。呢一段咧，全段嘅时候咧，都全部租晒噶啦。咁一路再行嘅时候，去到前面就系呢个嘅半山嘅行人电梯，就行翻落去正街嗰头嘅。所以呢间铺头咧，就讲系建筑面积300尺，门阔25尺咯，深嘅时候13尺咯。楼底比较高啲，三相电啊，60M 啊，落去水一间铺乜都齐噶啦。所以咧，你做咩飲食又好，零售又好，服务业都好，都识到。呢度就讲系百佳 International 啦，依家 exactly 就系12:09，嘛，唔知行到边度嘅时候啦，搵食艰难啦，同你无啦啦又开个 live 讲下商铺，想租呢间铺嘅时候咧，就40000蚊，又有讲嘅，搵我哋同事或者各大地产代理朋友啊，同你行一串啦。你哋一路行嘅时候咧，由间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，下面就讲紧系正街。咁啊，个落去下面咧，咁就落下面就讲系皇后大道西啦，同埋呢个嘅德富路西啦，海边嗰头啦，全面好多居民咧落去下面咧就 shopping 街市啦。再上翻嚟呢头嘅时候咧。再行多几步就去呢个嘅西营盘港铁站，一路行一路同讲啦。说再行去前面呢边咧，就讲紧系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啦、观咸道啦、列堤顿道啦、卑利士道啦，呢两间沙北新，我成日停呢架车走嚟好方便。呢头嘅时候咧，居民会比较多啲，因为前面咧就讲紧系呢个嘅。西营盘港铁站，哇！而家天气一流啊，行下条街又唔系太冻，有啲太阳晒下。讲真，而家睇翻点都好，比起疫情期间，而家系好咗嘅，戴晒口罩，冇晚市，冇游客，冇理由你话而家系差嗰阵时候啊。再一路行嘅时候，讲李家角啦 ，OK 便利店啦，呢度再加上这个叫做。半山嘅食堂啦，话都好多人食嘢呢度啊！呢边咧人头涌涌嘅时候，点解咧？有条街你唔知道，叫做西美道。你细仔我未去过，但系就讲紧系呢度，讲紧系西营盘嘅港铁站。所以点解呢个位嘅时候咧，几个优势一比较高尚住宅区咯。二行翻嗰边咧，就讲紧系近呢个英皇书院啦。圣保罗书院啦，港大方向啦，咁如果去过嚟呢个西营盘站，就必须要行翻过嚟呢边啦。咁所以你见到呢度咧，都有好多嘅居民嘅时候咧，一系咁涌过嚟啊。嗰边就讲有间惠康，呢边有啲嘅美容院啦，个市场啦。好，再行翻过去嘅时候，始终呢度咧人消费力比较大啲，
而家就講緊係晏晝嘅12:11。現場實景啊！而家就講緊係2023年嘅11月2日啦。你知無啦啦，你知我周圍睇波，周圍走。今朝早跑咗大概一個鐘頭都步，走，接換件衫又同你周圍睇下波。你哋有間 OK 便利店，而家就企咗喺呢個嘅半山西半山呢個嘅潘咸道列堤頓道啦。左手邊就講緊係聖士堤板女子中學啦。再直佢前面咧，就講緊我哋間鋪黃鋪朝早潘咸道25尺面啦，成大塊廣告牌，朝足40000，同埋塊廣告牌之餘嘅時候咧，入邊來水三上跌啦，60m，各樣都齊噶。建築面積大概300尺到，最緊要係門面夠闊，當埋塊廣告牌，租塊廣告牌都唔止，食正個車流。再前面睇一睇啦，服務式商鋪嘅時候咧，我哋資助租客就100000蚊進場啊，三大優勢啦，專業跟進多啲咯。而嘅時候咧，宣傳推廣咧可以同你一齊度下計啫，如果你中意，但係始終盤生意係你啊，要靠你自己。咁啊，三嘅時候咧，俾你100000蚊嘅時候進場，減低你嗰個開業嘅成本。呢、這個小巴就去呢個銅鑼灣呢度。啲人穿穿入入就係講緊去呢個嘅扶手電梯，就落去下面呢個嘅正街啦。嗰啲下面正街咧就唔落去啦，再落去睇睇。咁呢度咧睇多次啊，嗰邊就仲講正街街市啦。咁好多啲居民嘅時候咧，一路落去下面就買街市。咁之後買完嘢嘅時候又上翻嚟，下面就講皇后大道西啊、德富路西嗰頭咯，成日都去正街嗰邊咯，幾間鋪。咁 OK 嘅，有啲人買咗，有啲仲揸住啦。近住嗰度我都有棟嘢，係皇后大道西 OK 嘅都得。不過就整體鋪市啊麻麻地噶啦，講真就冇計啦。逆市中，你可以坐喺度等，我哋繼續做啦。呢度百佳啦 ，International 啦。一路行喺前面嘅時候，黃埔朝中就係呢個嘅潘咸道。背面啊，买块当租块广告牌啦。I receive， 今日你冇着校服啊？系喎，啱喎，今日冇着校服喎。多谢 comment， 我校服摆咗佢，再着校服咧攞癫嘅，着校服着一次，因为日日着嘅话咧，人哋 send 我呢个神经院啦，就以为呢个傻佬真系癫嘅，着一次要玩一下，即系 Halloween 咁啊，着一次人哋玩一下，着两三次嘅时候日日着，你人哋当你癫嘅。呢度有啲饭堂啊，中原地摊啊，最紧要系前面间铺啊。前間鋪掛住好大個牌嘅時候咧，去到嗰邊，咁啊食正個車流噶啦，麥當勞啦。當你一間鋪有麥當勞喺側邊，有百佳喺側邊，有萬寧側邊，七十一側邊，即係最近有個鋪啦。呢度咧個巴士站嘅時候咧，就去邊度咧？就呢個會展站啦，會展啦，羅便神道啦。咁啊呢個又走去邊啊？去半山啦。呢、這個就去呢個嘅北，去邊個啊？華夫啊？呢、這個去華夫啊？智夫啊？咁啊，再去呢個就講緊，由蒲飛路又去呢、這個去西灣河啦，呢、這個咁啊，所以就呢西灣河特快咁咧，咁樣行一步嚟。講緊快圖尾啦，萬寧啦，大生啦，再行去前面美聯啦 ，Bookie Love 啦。呢、这个就是一个卖嗰啲饭啦 ，Cookie Bowl 我好中意就系呢间黄埔朝中。咁咧中意联络嘅时候，当然啦，签物业啦，由公司策划购入啊，由啊呢个嘅盈富策划购入。阿陈生、唐生，你揾佢又好，你揾阿中原美联又好，挂晒摆喺度啦，你都见到噶啦。咁啊就讲系25尺面啦。咁啊同埋就个朝租40000蚊。咁啊资助租客100000蚊进场，服务式商铺，三大优势。我哋同事们梗系会跟进得好啲啦，资助你进场，同埋宣传推广嘅时候可以同你一齐度下计啫。如果你想啦，但系最紧要盘生意你一做啦，咁啊，最紧要靠你自己啦。我冇可能保你赚钱啦。再继续行过去嘅时候咧，啊，新晨你由嗰边入翻嚟啊，由嗰边入翻嚟，由嗰边入翻嚟。再行过去就讲紧系英皇书院啦，同埋咧就讲紧系呢个咩幼稚园嗰头啦，俾你睇到嘅。嗱呢一间铺头，兴趣。有啲相啊，對部機埋你裝入邊，裝入邊嘅樣。你啲 reflection， 我今日冇帶鎖匙嘅，之前我有鎖匙，我今日冇帶鎖匙，咁啊，就所以呢度咧就有個燈位一輪輪嘅啦，啲人都係咁一輪又走過嚟，一輪又另外一個走過嚟。咁啊之後再同人講回報10厘咩意思啊？
再同人講回補10厘，我唔係好肯定佢講咩。阿 David 哥 ，anyway 唔緊要，我繼續行喺前面先啦。呢邊咧就聖士嚟反你啦，呢、這個就係禮賢會堂啦，禮賢會堂啦。之後禮賢會咧就有個幼稚園啦，禮賢會就有幼稚園啦。咁好多時一放學，咁啲當然啲家長啊，乘住啲細路仔又會經過啦。呢邊就講西邊街啦，嗰、那個就 King's College 啦 ，King's College 應該大概晏晝三點半到嘅時候咁啊放學啦。呢、這個就西邊街。好啦，而家就個再向嗰邊行嘅時候咧，就講去呢個嘅港大啦。方向咁啊，唔行去港大啦，同埋嗰个圣保禄啊学校，算又再翻翻嚟呢度。左手边呢度有啲铺，就因为科达攞翻翻嚟，佢执紧啲嘢，咁而家就喺度招租紧呢啲。好啦，去翻呢度前面间铺，一两名你见到咧，都系附近居民啦、学生哥啦，会经过啦。买块广告牌啦，就呢度一块，由呢度啦 ，all the way 一路行嘅时候咧，咁就招租40000蚊，廿港嘅，分享同事们啦，兼赞助你10000进场啊，减低你嘅开业成本，宣传推广，一齐读下计仔，当然啦，盘生意系你啊，冇 guarantee， 我冇可能 guarantee 你赚钱啦，同埋就中意可以听，唔中意就行翻你自己嗰套，同埋当然专业跟进，我唔识商铺大事，我哋同事们咧真系会跟得好多，同埋侧边咧，全部都系啲美联啦、大新啦。万宁啊，71啦，快图美啊，麦当劳啊，百佳，诶 ，OK 啊，瑞怡好部啊，有得呢啲铺在侧边。好，上咗你间铺，联络我哋公司同事们啊，服务室参谋大事啦，铺真价实，多谢晒，拜拜。